都过了多久了？怎么还没改口啊？我还在首都，学术会议快结束了，我赶后天早上的飞机回来。看来我们想一起去了。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说这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左然还在忙吗？我刚才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不接。哦，开会啊，怪不得。啊，那就麻烦你和他说一声了，后天见。我不管，你必须得上庭。狄先生，如果一直胡乱发泄，我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。解决问题？好啊，那就打官司啊！你等着。你在外面啊，他没撞到你吧？哦，是我让他进来的。那位林先生想找我接个委托，但我最近实在没空，他可能一时无法接受我推荐其他律师吧。你最近不也有事脱不开身吗？就不麻烦你了。周日有聚餐，不知道我母亲有没有告诉你？她那天会从首都回未名市，我们把她接回来后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无论是回未名氏还是离开，他们都会尽早告诉我，这是家里的习惯之一。所以你后天有空过来吗？我还是先不去了，等会儿还有个电话会议，你先回家吧，不用等我。
今天就叫你身败名裂。委托，我就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再让那个人帮我。跟你没关系，我要让左人好看。会议临时取消了，我在楼上看到你们，担心有麻烦，所以赶紧下来了。总之没事就好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家吧。其他的事，我们在车上慢慢聊，好吗？今天有点累。万一变成疲劳驾驶就不好了。我来打车吧。嗯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吃晚饭？再等一等。怎么？但那不是回家的车。
被你发现了。不过，你真的想听吗？啊，这件事我很快就能解决，说不定。你应该也意识到了，那位林先生并不是来找我商量委托，他想告我。简而言之就是，他认为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。如果我说，我可能真的间接导致了他遭遇不少意外，你会被吓到吗？我还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作为林先生的代理律师，打过一起民事官司。当时虽然胜诉，但林先生不满意法院的裁决结果，和我在庭上争论了几句。这事本来不严重，却以极其诡异的速度迅速引爆了舆论。我和林先生的个人信息都在网上流传，他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。不少人说林先生是法闹专业户，用偏激手段向无辜的年轻律师施压，借此获利。毕竟那个律师的父亲是首席大法官，母亲在大学任教，怎么会做坏事呢？林先生受不了那些指责，跑来问我是不是对他在庭上发怒怀恨在心，操纵舆论给他泼脏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。他被警方带走拘留，并和我解除了委托关系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对我不满，认为我动用了私人关系对他进行打击报复。但那怎么可能呢？我甚至没和父母聊过这件事。因为有太多的利害关系需要考虑，如果贸然开口，说不定会引发更多麻烦。虽然那么想，但当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，那一切还是发生了。所以我跑了。听上去很孩子气吧？我想找个地方独处，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以及是否有人从中作梗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选的地方就是观光巴士。
车上都是忙着拍照的游客，没人看我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也许明天他们就会离开，他们不会记得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也不会记得我。我坐在他们后面，看着再熟悉不过的城市，觉得自己身在其中，又好像不在其中。好像只要一夜，就能让一个人学会从种种感性的情绪中抽离出来，学会如何隐藏。我身上确实有些特殊情况，不能轻易对他人暴露，更不能让亲近的人担心。我还在考虑。特密斯合伙人之一上了被告席，肯定会再次引爆舆论。但我也不能不管林先生。他隔了这么多年突然又找上门，实在很蹊跷，必须弄清楚原因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知道你确实能帮我分忧，但现在情况真的没严重到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你没必要趟浑水。可以帮我把这盘水果拿到客厅吗？你来了，忙了那么久，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你是不是哦，你问这个，让我想想。
泽然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至少在我眼中，他是个很擅长维持平衡的人。他总是能把个人、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，让这三个方面互不影响。打个比方，他不会把工作上的琐事带到家人面前，也不会让私生活方面的烦恼影响工作。这算是他的优点之一吧。所有事都被他打理得井然有序，不会一团乱。除了有一次，这种平衡差点被他打破了。我想是时候告诉你那件事了，不过你要先保证会对佐然保密。佐然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没带钥匙吗？没事，母亲。今天稍微在外面逛了一会儿，刚才下了点雨。下次记得和家里说一声，不然多让人担心。累了吧？我去热点牛奶。你吃过东西了吗？您先别急着走，我……其实我……好，我不走。啊，对了，刚好有空。要不要一起看会儿电影？大概会很伤心吧。啊，什么？啊，我在说电影的主角，他的一片真心非但没有换来感谢，反而招来了非议和陷害。不过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些事或许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事。我们所能做的。我知道。责任和危险相伴而生，因此人们必须更谨慎地权衡种种利害关系，维护来之不易的平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护自己和亲近的人不受伤害。这也是一种理解，但我想说的。有人找我，我去卧室接一下电话。电影还是改天再看吧。
其实我都知道，当时左然和委托人起了冲突，他才会露出那种表情。我知道他最喜欢电影，所以想借一起观影的契机开导他，只是他好像误会了我说的话，以为我只是叫他坚强起来。啊，该怎么和你说呢？我们之间好像一直缺个触发点，能让大家畅谈各种好事和坏事。我不知道左然是对自己要求高，还是不想麻烦别人，他很少主动求助我。但这一次，我不想再错过帮助他的机会了。是啊，我知道左然又被当年那个委托人缠上，所以才这么急着从首都回来找你们。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些调查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就是不知道左然这次会不会还和以前一样。当然可以，但你打算怎么做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外套直接给我就好，你先去洗澡休息吧。什么？等等。你呀，怎么不早点和我说想看电影了？夜航，你想看这部？空调开得太冷了吗？我去调一下。是。我想起来了，几年前我看过这部电影，只是没看到结尾。
是巧合吗？你恰好在今晚选了他，还是说……居然是这样的剧情。虽然被切断了所有和陆地通信的工具，还能用灯光求救。求救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先等一下，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是你自创的灯语吗？早些时候，你是指我母亲？真是他。我
可以说是聊了不少。我希望你下周末和我一起去律所一趟，我们要再和林先生谈谈。开始吧。因此，关于我方的提议，还提议啊？事到如今就不用装傻了吧？哼，我因为你受了多少骚扰啊？没人比你更清楚了。林先生，我应该在电话里说过，想和您正常交流。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争吵。冷静，冷静，我冷静不了。和你们说话的时候，说不定……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家里人怎么样和你们没关系。林先生，我从来都没有恶意，现在也不是在逼迫您说出什么。如果真的想结束一切闹剧，您最需要的是找到并阻止那些躲在屏幕后的网暴者。为什么选择先来起诉我？我只是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。如果您确实遇到了突发情况，我完全有能力为您提供援助。要是您实在信不过我，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律师同样可以。都说了和你们没关系。李先生，我再重申一遍关于您和您家人的情况。不要。
要牵扯我的家人，不然我……等一下。看来是赶上了，左然说你们在会议室，我还找了好久。哦，把教授老娘找来一起威胁我。我不是来和您谈判的，而是作为一个同样养育了孩子的人，想向您澄清一些误会。当年事件的受害者不止您一个，而且牵扯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。问题？我明白了，就按您之前说的，我们在外面等您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不过其实不止你说的那样，一会儿出去聊吧。对了，谢谢。下次再和我看看那部电影吧。能有什么选择？有人和我说，很好奇他们在里面都说了什么吗？其实我也是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先和你说几句话。我母亲一定能理解的。我也要谢谢你。正是因为一直和你在一起，才要更直白地表达曾被隐藏的事。以前我总是觉得，向至亲和爱人主动求助，等同于承认自己做得不够好。是你让我明白，向人说明隐瞒之事以及求助，其实是一种让我们加深彼此联系的过程。孤独的船只航行不了多远，只有不断维护我们之间的那些纽带，才能获得走下去的力量。一起回去吧，我想是时候回到洽谈室，去倾听那些不再被隐瞒的真相了。
他平静多了，短时间内不会再起诉，并同意我对他的家庭提供法律援助。这样正好，我们可以匀出精力去调查他们说的那些人和事。如果能理清当时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就能彻底和过去那个乘车夜游的自己告别了吧。不急，那个人的第一步行动已经被我们挫败，不是吗？这次不只有我面对那些了，林先生一家愿意配合调查，一切都会顺利。母亲发来信息了，她处理完学校的时候好像去了我家，一直在等我们回去。不去看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早晚你一定能带我去我最想去的地方，所以稍微跑得慢一点吧，我还想在这里和你说说话。你之前问我具体和母亲说了什么，我一直没说，是因为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那晚我不止向母亲说了自己最近遇到的难处，还聊了一些更久远的事，久远到我们那时还没正式相遇。曾经的我坐着观光巴士在市中心一圈一圈的游荡，直到下雨了才回家。虽说最初的念头是想远离一切，但心底却希望有谁能找到我。之前看到你在律所门口和林先生对峙，我匆匆下楼找你，除了非常担心之外，还感到很释然。就好像心中一直在沉睡的某个部分，突然被谁轻轻拨动了一下。原来从多年前的观光巴士上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等待他一点点帮我卸下从未脱过的铠甲，挖掘我处于习惯藏起的事物。而对任何人来说，隐瞒的事都远远不止一件。是啊，我还有很多话想告诉你，这大概是人性的自相矛盾之处。因为喜欢某个人，所以选择不说，因为过于喜欢某个人，所以无论如何都想说出一切。等到家了，能再陪我一起和母亲聊聊吗？也许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，但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，
担任那个倾听者。确实很久没这么跑过了，简直就像是回到了体育课。嗯，那是。也对，这个习惯以后也要改。我知道，无论这件事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，我们都会一起走到最后。什么？早上好。你这是在公交站？今天周末，我还以为你会多睡一会儿。去律所拿文件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案子了。那个不急，你不用周日特意跑一趟。比起工作，我更希望你来这里。之前林先生的事有了些好的进展，我想尽快当面告诉你。刚才在电话里听着那些消息，我居然有些心急，想快点结束通话，和你分享一切。好像一想到你会认真地倾听我说的一切，除了感到安心外，还会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思念。你这就打车过来？慢慢来就好，我还在大扫除，露台和泳池有点乱。是啊，刚给泳池换了水，但我还不太擅长这份工作，不小心
被水溅了一身。不过托突发情况的福，我制造了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。如果拿着水管对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喷水，有几率可以造出彩虹，而且……等你来了再详细说吧。好像和你相处越久，想分享的事就越多的说不完。不仅是曾经隐瞒的事，还有制造彩虹这样的小事，我都想说给你听。虽然很想这样一直聊下去，但我还要收拾一会儿泳池，要是你回家后还一团乱就不好了。先别把水管收起来。我当然会给你留着，毕竟已经从你的表情猜到你对他很感兴趣。我会教你怎么用，到小区门口了记得再打个电话，到时候见。